咱们拉肉时候用大刀拉的整齐，剔骨时候还是用这个小刀啊，小刀灵活，小刀剔骨。把这刀杠快啊！来，先剔这个是小里脊。这个时候炒菜很嫩的很啊。对。咱把这后腿分开啊。这么大的就那一块。对。哎呀，这肉。开这肉头，哈哈，来拉肘子，小短肘啊，找对关节，两刀就下来了。来，尾骨，别看这猪肥，但是骨头特别细。小骨头柴。哎，后腿完成，剔排骨啊！哎，哎呀，这小骨头片儿。看这排骨漂亮啊，看着舒服。要点五花，要点前腿是吧？把这破一点你就看着弄。好嘞，照着三级视频呢。行，看点五花来，前肘上面梅花肉，小刀剔骨，大刀拉肉啊，拿大刀来，那一会儿拉上火。嗯，哎呀，这个绞馅儿，这个拉上肉方啊，看好。接着拉，这家伙一层一层的削骨片儿哩，真舒服。来，哎，一棍儿一爽，漂亮吧？